黄子韬转发粉丝在长沙抗疫一线的照片，感慨：我很骄傲，喜欢我的人在做着伟大的事情。他坚定地表示，有机会自己也要去帮忙。之前黄子韬捐款300万驰援河南，便将自己店铺的衣服下架，将物资全部送给河南。是又勇敢又善良的韬呀。